见到你真好，我是说天气不错啊。生死苦苦的灵魂，气者死去的话，再过百年，从本体里可能会再诞生出新的气者，那个不再是我，但其中也有可能有我吧。而莱古市，人们的城市，是有着海祭早餐店的莱古市，替代人类开拓传承的城市，没有重来的机会。我要为这里的人们去夺取那个未来无限的可能。如果我失败了，那么成为你栖下那个可能性的翅膀，也是值得骄傲的胜利。能为这个机会去付出一切，再值得不过了。饭后运动时间，准备开始。到我了。境界。粒粒皆辛苦，原汁原味，没问题。准备迎击，无双，到我了，打直。沧海，来这里，原汁原味，没问题。准备迎击，到我，夜无双。打直，沧海，桑田，开动吧！没问题，发声，感受，记录。锐不可当，形散神不散，打直，小鱼吃饱了。桑田，都来这里，原汁原味。我还好，
进去。小声，不要分神。飞下。猎无双。寒宫跃起，再下落。小鱼吃饱了。都来这里。严之脸位。我还好。小声，不要分神。熊熊熊到我了，打直。沧海，桑田，粒粒皆辛苦。严之野味。我还好。小声，不要分神。到我。摸一个。打直。沧海。桑田，开动吧。我还好。发声，感受，记录。到我。猎无双。有点累。打直。沧海。桑田。粒粒皆辛苦。言之言味。锐不可当。请散神不散。我在这里。桑田，对不起，让我再坐一会儿。我一直觉得我没有什么特殊的，文物的遗存浩如星辰，神的智慧创造多如繁星，比我更加闪耀的星星布满天空。虽然气质的产生也有诸多因素，并非每件古物都有气质，但这世上原有比我更强大、更勇敢、更特别的气质。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，想要再看这世间一眼的朋友有很多，为什么是我得到了这个机会呢？也许是因为你一直在注视着吧。其实那颗星星早已燃尽，那里并不存在任何的光明，但因为你不肯放弃，长久的在某处注视着它，才让你看到了这点宛如星光的残影。快到饭点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座位。路灯、商场都好端端的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是死了吗？这是在做梦呢？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吗？如果是在做梦，我们身上这些伤，这里离拍卖公司有多远？那个难道是莱古达桥吗？
他原来是长这个样子。哎，终于，终于找回彩票了！啊，怎么是去年的彩票？我天哪，我的500万，我的……现在是9:54，时间没有倒流，大家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度过了2个小时。这是……总之，还是先联系基金会，那里应该有我们的通讯记录。跟记者有关的事件会有种种异常情况，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。朱丹，朱丹呢？啊，又联络过来了。没事了，我有个朋友是战斗的专家，他跟我说如果打完还得写报告，还不如和敌人同归于尽。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写报告吧。收藏家，我刚刚在便利店看见了。哎，你搞啥？咋突然停下来了？不是你说要连续苏州的吗？哎，我怎么还信你？我刚反应过来，刚刚嘀嘟嘀嘟的响的原来不是你，是我屁股。不听我这只鸟会说话，你的屁股也会说话？不是，是七千块的东端。在这儿，我看看，这也太多信息了。这不都是乱码吗？哎，这还不是。哎，基金会警告，系统错乱正在修正，不得扩散错乱信息。哎，你见过基金会系统错乱吗？还真没见过。哎，你手慢点，这儿还有一句不是乱码。在哪？我看看。距离最终时间点还有97天。谢谢广大讲义小逆拍摄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